翻滚中，谢谢又更强。哟 ，nice！ 一换三可以接受，我跟瞒着，咱俩就不去了啊。俺们跟瞒着就不去了，让他们打吧。来个 W。看看这人上哪去了？你好，蛮族之王，打一架呀！我这可硬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可是有点盐的。来呀、啊，来！哎。升了马上啊，你别让我嘲讽到你，嘲讽到你那就是半管子。我们能克死这蛮子，当然如果大后期是不行的啊。好，自己撞我屁股上撞死了。这波很赚啊，这波很赚，这波相当赚了。先来个小布角，塔下他兵没吃着，一会儿兵线往出推，挺好。这波一换一相当的赚了。上线上虽然兵有点多，但我们可以扛兵，没事，我们是王吧。但是首先我们得先查好眼，看看这蛤子来没来。可以扛兵干，没事，马上升三，兵越多我们越开心。哎，哄完走，不打了。再打吃药，哎呦我操，哦，你们肯定以为我要走，但我根本不走。哎呀，凯隐来的不是时候啊，刚才这一刀我估计他也没想到能暴击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推线啊，就是推的稍微有点慢，兄弟，确实也是尽力了。要杀呀，我先扛塔来。哎，呀，你不会死了吧？哎，别让小兵 A 死了。别死啊，你别死，你别死，你可不能死，你死了我就完了。下波兵不吃了，把这塔皮吃完我们走。回家。这是什么车？
上线，刚好。布甲、皮鞋、小凡家，刚刚好。这蛮子给我出了个大腹肌斗篷，我不知道他要干啥。他要出智慧默认呢？杀，越他！我扛。跑一圈跟我俩，我这叫八六上山，往哪跑？等他把 E 交了啊！哎，士兵，走，不能杀了，不能杀了！哎，帮他扛上塔啊！这不能杀呀，这咋杀呀，你这波杀就有点过分了，这再杀确实有点过分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打野好，这咋杀呀兄弟，真的要出智慧默认呢，我头一回见着蛮子出智慧默认呢。头一回呀。好东西啊，智慧默认。希望你能掉点血，小伙子。减速。你他妈跟我赛车，我套你猴子，你跟我赛车。
还给我晒上车了。贴一波双杀，我们直接无敌。来个小布甲，还出上智慧墨印了。这凯隐变身好快呀，这就变了。跟队友说一下，瞒着没影儿。别挡刀。好。我感觉这瞒着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哎，我。吃着了吗？没吃着，平分了好像。好样的。凯隐干啥呢？兄弟，我可要开矿了。嗯，我可要开了，我这。下右吧，下右，左上不太好，左上容易卡不住，下右来。拜拜，拜拜。我还得再开一波。差点钱，2450。哎，你有大吗？你开疾跑，往哪走？差点钱，兄弟，真的差点钱，只差一点点钱，我们就可以上高地开矿了。好，回家，走，开矿去。打个红去吧，打个红，这样我们还能回血，要不然回血可能跟不上。先去打个红，再去高地开矿。谁刀门那一顶了？谁敢刀门那一顶？我看看谁敢刀门的，来，我看一看，就你叫拉克斯啊，就你刀门那一顶啊，啊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这波我先吃一波下路线，然后我们再上高地。
好，两个兵给你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这波有炮车，兄弟们，中路不要了。别挡道。嗯，这个位置差不多。大家吃一路，我吃两路，好吧？王八说了，非常好。先杀拉克斯！哎，别别！啊啊啊啊！手榴弹，来个科技枪。回血没够，哎呀 ，W 没好 ，W 好他能反死。要不就说进这玩意儿了，这稍微有点克我，他不属那种平 A 英雄。一枪两枪的，嗯，这回我们有吸血了，再来一波。这么打就赢了，对面没兵线，那肯定没兵线，他们家呀。不过队友也吃不着兵线了，我们都没盯兵线。如你所言，动力冲刺。拉克斯打我挺疼的，这是没啥魔抗。尼克挺烦人的，我这一看拉克斯确实挺烦人的，能杀尽量把他杀了，好吧，我们要能杀尽量把这拉克斯给他杀了，省着他有点烦人。不过现在对面高地没了，高地没了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，什么问题呢，就是超级兵啊会卡住我的兵线，这就很烦人了，你知道吧。杀了，给我把这拉克斯给我杀了来，挺烦人的，那烦人的，真是讨人厌。他把超级兵杀了，我们把兵杀了。哎呀，我这日炎烫还会吸血呢，20/20一下。
哎呦我这小炮，对面没了，等我科技枪一出来，对面已经没了。二十分钟我们迅猛结束，对面的蛮子还偷呢，偷，对，就愣偷。在他偷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好，拉克斯先杀。没死挺烦人的，哎呀，这拉克斯怎么没死呢？好烦啊！这都没死，这都没死也不科学呀。咱们能不能把这拉克斯给杀了？可以。哎呦，我的小杰！呀！这瞎子怎么死的？谁能帮我把这拉克斯杀了？太烦人了，这拉克斯，这把最烦人的就是这个拉克斯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别人都还好，其实。MVP。